看一下这个按键可以开灯，这按压可以调整亮度，按压3秒可以关灯，按压这个按键可以开关 PR，按压3秒可以进入延迟时间设定。按压3秒可以跳出。这个机种有警照功能，现在关闭 AC 电源。LED 的角度可以调整。